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波老师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个人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保养品牌，叫做 Miss Rudolph。这个品牌呢，他们其实所有产品里面的原料呢，都是包括像欧洲啦、美国啦，或者是法国呢的原装进口的。所以它其实里面用的这些原料呢，都跟一线大品牌的是出自于同厂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在他们的产品系列里面，我个人最喜爱的一些单品。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白薇净痘精华凝胶。那这一款凝胶呢，它本身其实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呢做到控油、杀菌、消炎以及修护，就是四种功效。尤其呢是针对我们脸上的这种受损痘痘肌。小波老师想问一下，白薇是一种植物吗？对，其实呢白薇呢，它本身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春草。那其实它的药理作用呢，就是可以清虚火，然后除邪热。像你现在脸上有一颗小小的痘啊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款净痘精华。白薇呢，其实可以针对我们脸上的痘痘有很好的消炎杀菌，而且呢，包括它对黑色素呢也有很好的抑制效果。而且呢，这个白薇呢，它是有获得韩国专利的成分哦，所以在其他品牌你是看不见的哦。这么厉害哦！但是我是属于敏感性肌肤哎，我之前用了其他家的抗痘凝胶，都是有点刺痛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一般的这种祛痘的产品啊，它们里面可能稍微都有一点刺激感，但是我手上的这一款净痘精华呢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白薇之外呢，它还有像苦参、丹参、薄荷还有黄芩，其实它们都是一些天然的草本的植萃，非常的温和。另外呢，它有一个欧洲的专利成分叫做生物糖胶，这个成分可以做什么用呢？就是可以舒缓跟镇定我们的皮肤，所以呢，像是我们这种敏感性肌肤都是可以安心使用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因为很多人长痘痘呢，是因为脸上的水油失衡，或者是因为内分泌失调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是因为脸上清洁没有做到位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活肤洁颜乳，里面最主要呢是因为含有日本进口这个氨基酸因子。那氨基酸呢，因为它是跟我们的皮肤非常的亲肤，所以这一款洗面奶呢其实非常的温和，而且呢非常的不会刺激，也不会有紧绷感。那另外呢，它又添加了糖基海藻糖，还有像水解的大米蛋白，所以你洗完之后呢，会发现皮肤呢非常的柔润，而且呢非常的细致。我们可以先取湿，这样在我们的掌心，然后呢加一点水，先搓出泡沫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泡沫呢，在我们的面部轻轻的清洗。记住这个动作呢，我们都尽量的轻柔，用这个泡沫呢来洗我们的脸。哇，真的超干净、超滑嫩，不紧绷，而且不刺激耶。接下来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单品呢，不仅仅是 Miss Rudolph 的明星产品，也是我个人的最爱哦。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舒润肌底修护精华液，一罐就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肌肤问题哦。这一款肌底精华呢，其实里面呢最主要是有六大的这种贵族的保养成分。最棒的是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六种很棒的护肤成分之外呢，它还是六种无添加哦，包括呢像色素、酒精、香精、矿物油、重金属跟防腐剂都没有添加，所以即便呢是像我们这种敏感性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。哇，这个保养品真的很厉害耶。最后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在选择保养品的时候呢，除了要选择有效的护肤成分之外，也要记得把那些伤害皮肤的成分一并去除掉哦。如此一来呢，才能够让我们的护肤工作安心、安全、更加有效。